네, 배우 이선균 씨에 이어서 마약 투약 혐의로 경찰에 입건된 연예인이 그룹 빅뱅 출신 가수 권지웅 씨인 것으로 드러났습니다. 南韩男星李善均才因卷入染毒风波被警方正式立案，25号还没再踢爆，又一名大咖艺人涉嫌吸毒，就是韩国男团 빅뱅 队长 G-Dragon 权志龙。 인천경찰청은 마약류 권리에 관한 법률 위반 혐의로 권 씨를 입건했습니다. 原来是警方在调查李善均染毒案期间，意外掌握了GD涉嫌吸毒的线索。警方表示，目前正在调查中，无法透露具体内容。不过也说，GD和李善均案子彼此间没有任何关联。对此 YG娱乐火速表示，很难正式回应，因为GD目前不是公司所属艺人，而其实这也不是他首次染毒。 G-Dragon이라는 예명으로 활동한 권 씨는 2011년 대마초 흡연 혐의로 검찰 조사를 받았습니다. 事实上，早在2011年，他就因为吸食大麻被警方调查，最终念在他是初犯，并且非出自本意，吸食量也非常少，最后决定不起诉。当时根据检察官描述，权志龙在日本某俱乐部中吸食旁人给的烟，而误食大麻，毛发检验结果中呈现阳性反应。这次再度卷入涉毒风波，恐怕很难躲过法律制裁。TVBS的连锁杨佩佩采访报道。 好，主播各位观众，南韩男星李善均卷入染毒风波被警方正式立案。25号再有韩媒踢爆，又有一名大咖艺人涉嫌吸毒，警方进行调查，稍早这名艺人身份曝光，正是韩国男团 BigBang 队长 G-Dragon 权志龙。目前警方也已经将他正式立案。此外，警方也解释，权志龙和李善均案子是不一样的两个案件，彼此之间并没有任何关联。事实上，早在2011年，他就因为吸食大麻被警方调查，最终念在。 他是初犯，而且非出自本意，吸食量也非常少，最后决定不起诉。当时质检察官描述，权志龙在日本某俱乐部中吸食旁人给的烟，而误吸大麻，毛发检验结果中呈阳性反应。以上目前掌握到最近状况。 绿色编织外套搭配斜背精品包，今年5月 ，BigBang 成员 G-Dragon 现身韩国机场，却边走边仰头东张西望。特殊行径还有在刚下车时不时朝手肘大腿抓呀抓，还好几度把小圆帽摘下，奋力搔着头。如今再爆涉及吸毒案后，外界质疑难不成这样的行为是毒瘾发作？毕竟时间回推到2011年，他就有吸食大麻的经验。권지웅 씨는 2011년 대마초 흡연 혐의로 검찰 조사를 받은 적이 있는데요. 당시에는 초범이고 흡연량이 많지 않다는 이유로 기소 유예 처분이 내려졌습니다. 말씀 하나하나 굉장히 조심스럽고 무섭고 두렵고 그렇죠. 두 번 다시는 가선 안 될 것이라는 생각이 들고. 当时痛下誓言，如今风暴却再次缠身。回顾 BigBang 其他成员这些年遇到的状况，却是接二连三。 의무 경찰로 근무 중인 인기 아이돌 그룹 빅뱅의 멤버 탑 최승현 씨가 입대 전 대마초를 피운 혐의로 경찰에 적발됐습니다. TOP在2017年被揭发吸食大麻，虽然他一度辩称自己只是吸电子烟，但检查结果为阳性。最终被判有期徒刑10个月。胜利在2019年所投资的夜店则爆出涉嫌贩毒海外洗钱。再来，大生也曾在2011年开车超速撞死人，12年间4名成员涉及多达8宗罪。 目前唯一的心流只剩下成员太阳，歌迷也直呼拜托要挺住啊！GD 这回究竟犯下多少错，还得等警方一一起定。TVBS的刘玉群台北区台报道。 南韩这个男星李善均之前才涉入了染毒风波，被警方正式立案之后，现在韩媒最新又踢爆了一位新的。 这个男星他是韩团 BigBang 出身的 G-Dragon 涉案，而且仁川的警察厅已经以违反毒品管制法对 GD 进行了不拘留的立案处分的处理。那对此，警方非常低调，说还在调查当中，所以不透露细节。好，最近南韩的大咖明星确实吸毒案是连环爆，所以我们今天要带大家来做更深入的分析探讨。我们今天找到。 跟我们一起对谈的是娱乐组的文字记者云婷，云婷好，云婷是第一次来初体验，我不太知道我是可以做自己的吗？当然是可以做自己啊，讲这种，云婷非常的可爱哦，她非常的。
自然，所以你可以在这边完全展露无遗。不过可能观众朋友会对你有一些这个严格的把关，太紧张了吧？没关系，你就发挥你自己的所长。我们就现在问您说，这个李善均现在不止吸毒，还包含说有什么震撼弹很多啊，说什么偷吃森色场所的女经理。那刚刚我们刚刚讲的 GD。他似乎也涉及有可能有吸毒的状况，这整个事件帮我们讲一下好不好？对，刚刚一伦讲到的这个 GD 啊，真的是刚刚我们下班前突然收到的最新消息，因为其实他之前已经在日本有吸毒的前科了啦，但这次又被这个媒体爆出来说警方已经正式的立案调查了。不过这一波吸毒的调查呢，最初就是因为连环报的起点就是这一位李善均先生，其实大家应该看过他的韩剧，就是我的大叔，他在里面饰演男主角，非常的帅。这一次呢，就是因为警方在调查吸毒案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声色场所里头的账户记录跟通话记录里面居然有李善均的名字。而且呢，除此之外，这一次今天最新的消息是，原来李善均不止吸毒，还出轨哦，吓了一大跳，因为其实没事，跟什么、跟赵、你说跟前一个话题，对、okay、我们刚才政治讲很夯的，没错，就是他还出轨之外，这个出轨的对象是谁呢？就是声色场所里面的29岁的女性经理哦，因为警方调查的时候就发现，原来他们在这个吸毒的时候都是在女方的家里来吸毒，所以有人就说哇，这是毒鸳鸯吗？对，然后不止如此哦，其实这个声色场所是什么人可以进去呢？我觉得你我可能都没有办法哦。为什么？因为他要接待的是上流人士，而且是前面的一趴哦。我们一个晚上在里面金字塔的最尖端，就对。对。啊，好，对，好悲伤，突然悲从中来这样，没关系，我们也不想吸毒，没错没错，而且里面啊，其实一个晚上的消费就要20几万元，所以让大家说，哇，李善均这一次的形象真的是难以挽回了。对，确实，因为这个吸毒事件，我其实在演艺圈上面常常会听闻谁谁谁吸毒，但是真正抓到，然后现在被立案，那这个真的是 无法可逃，所以也葬送了他的大好前程，跟我们这个最近篮坛的球星千赌有类似的状况，所以赌枪都不能碰。真的不难，真的是葬送大好前程。来讲一下说李善均，其实因为大家对他还有另外一个印象，就是寄生上流那个帅爸爸，所以呢大家对他吸毒案是蛮震惊哦，所以后来又爆出说他有婚外情，哇，现在南韩的演艺圈大家真的是闻毒色变。경찰이배우이선균에게적용한혐의는마약류관리에관한법률상대마와향정신성의약품두가지，경찰은최대한빨리이씨를소환할방침입니다。韩星李善均涉毒案身份变成嫌疑人，但雪球越滚越大。시가올해초부터앞서구속된서울강남유흥업소여실장 A 씨의자택에서대마초등마약을투약했다는의혹에대해수사중입니다。关键点就是这名女经理，还没报道李善均常常出入声色场所，甚至有员工爆料李善均跟 A 女确实发展了不伦关系，也就是背着结婚14年的太太田惠正偷吃。수사기관에서연락주시면성실하게진실하게조사받겠다는입장입니다。李善均经纪公司及律师起初就说会诚实接受调查，如今有了案外案，对于这件事目前没有回应。据了解，警方最快这周就会传唤李善均。若再加上先前涉毒的刘亚仁，今年韩国演艺圈就有2位大咖丑闻缠身，只是数字恐怕还会增加。因为又有媒体引述警方说法指出，仁川警察厅接获消息，一名知名艺人也吸毒，正在进行内部调查，但是是演员、歌手还是主持人，目前不得而知，案件继续烧。 TVBS 新闻李建伟、徐宁台北报道。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